小石头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为什么不能变？大哥病重，大白也走了，这江湖一直在变，为什么我不能变？好，你想喝就喝，想变就变，我绝对不会变。我最近确实遇到点事儿，我都告诉你吧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一种人，表面上看上去光明磊落，侠义正直，但暗地里却唯利是图，无恶不作？当然相信，江湖上什么人都有，这种道貌岸然之辈并不稀奇。如果我说诸葛正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信吗？谁？诸葛正我？怎么可能啊，你师叔大名鼎鼎的诸葛神侯，怎么可能是你说的那样啊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他的真实身份就是有桥集团的首领，是操纵整个江湖的幕后黑手。你这说的我越来越糊涂了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？当年朝廷大兴土木，押运花石纲，闹得百姓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宣和二年时，神侯不顾自身前程，大胆在官家面前进言，才终结此事。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人，怎么可能是有桥集团的幕后首领啊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用眼睛看到了，我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而且我也说过，我不会放过有桥集团的任何人。小石头，你到底见了什么人，看见什么了？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小石头，你清醒一点。我很清醒。算了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独酌易醉，多留一份买酒钱，我陪你喝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过得还好吗？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离开京城吗？关七死了，对你而言，京城就是片伤心地，所以你要离开。关七作恶多端，人人都想杀他，可我却想救他，甚至不惜背叛楼主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救过你，你想报恩。没错，关七对我有恩，就算我知道明明不可能成功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总觉得对不起很多人，也无法面对这片伤心地，所以选择了离开。每天每时每刻，我都会问自己同一个问题：救关七，我是不是真的错了？也许真的错了吧，但我也找到了另一个答案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去救关七，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，所以我坦然了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你比以前快乐了。是啊，我现在过得轻松快乐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如果有一件事情所有人都觉得是错的，只要你觉得应该去做，
那就去吧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。你这一年多一定去了很多地方吧？有没有有趣的事分享一下？有太多趣事了，你想听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温姑娘，小生来了。谢谢。小双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温姑娘，好久不见。我和阿姐前几日刚回京，还没来得及探望，还望温姑娘见谅。刚才阿姐在三合楼看到王公子独自喝酒，有些担心，便差我过来知会一声。他在三合楼？你这么说起来倒是挺有意思的。阿姐，你来做什么？你最近整个人都很奇怪，我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用你担心我，你回去吧。我知道你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，可是你宁愿一个人来喝酒都不愿意跟我说吗？和你说有什么用？我一个人喝酒，至少旁边不会有人烦。小石头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为什么不能变？大哥病重，大白也走了，这江湖一直在变，为什么我不能变？好，你想喝就喝，想变就变，我绝对不会变。只是醒酒汤，记得喝。